家好，我是财宝宝，今日同大家落到嚟水围金田路呢间一号粥火锅。咁见到食肆都几多人，我而家入去先。行到餐厅入边，差唔多全场爆满啦。同大家睇睇价钱表，每款碟咧都唔同价钱。另外咧，粥底5蚊鸡。麻辣汤底、番茄汤底、花胶汤底15蚊。咁见到佢侧边咧都好多唔同嘅海鲜啊！啲鲍鱼好靓。系啊，见到呢边咧有嗰啲糖啦、鲍鱼啊、螺啊、圣子啊、带子啊。哇！大闸蟹同埋湛江山蚝都有喎，有啲咧超大隻啊！另外仲有螺丝虾，另外佢啲虾话系新鲜整嘅，仲有牛丸啦、啊、猪肉丸啦、啊、腐竹油炸鬼，另外菜类都有好多款啊！有菠菜、皇帝菜、娃娃菜，同埋啲番茄仔等等嘅。另外酱料区咧，呢度系自助嘅。咁见到啲生熟蒜啊、葱啊、芫茜啊，咁自己调校翻个豉油。咁见到佢有个名叫粥底伴侣啊。咁有啲腊肠、冬菇干等等嘅，下面咧仲有啲鱼片啊、泡菜、鱼腐、莲藕、芋头、黄鳝、牛蛙、鱿鱼酥、圆贝，仲有鸭血啊！呢边仲有个椰蓉大福，咁得意嘅。咁好啦，隔篱有猪肝。豬肚，仲有豬腰、粉腸等等嘅，哇，都好多嘢食。中意食牛嘅朋友啱曬啦，呢度10蚊一碟牛啊！另外下面有啲芝士腸、魚皮餃、牛肉丸，仲有一個叫魚子福袋、魚豆腐。鹌鹑蛋等等，最底呢层有墨鱼仔、扇贝仔、八爪鱼，上面有脆肉骨腩等等。呢个冰柜有羊肉卷、牛舌、肥牛卷。另外呢边有蓝莓啤酒15蚊支，百威啤酒12蚊罐啊。呢个几钱啊？16蚊咯。我好似好少见喎、啊，但系我唔识咧。你使乜叫杯啊？唔使啦。呢边可乐5蚊罐，椰树牌嘅椰汁6蚊罐，大家可以参考翻价钱。咁呢间铺头咧系一人一锅啊！阿妹嗌咗个花胶汤底啊，我咧就养生屋。番茄汤底，另外佢啲鲍鱼系新鲜嘅，好的。湖南咧就要呢个麻辣汤底啊，见到都辣啊，唔紧要啦，去饮啤酒。呢度店员帮我哋笃咗个鱼泡，咁我哋唔使自己动手啦，服务真系好啊！好趁啲嘢食齐晒啦，咁新鲜，梗系落咗个虾滑啦，养生早啊嘛。咁佢呢度呢个虾滑咧好足料，啲虾好爽弹。咁另外头先仲落咗个花胶，佢呢个带子都好新鲜啊。咁趁新鲜落埋佢先。哇！你碟牛咁快清晒嘅？系啊。好肚餓，同埋好食。
好啦，唔知系咪我个番茄汤底好香啊？我妹将佢个虾滑同埋个螺丝虾咧放埋落我度啊！唉，冇计啦，隔篱饭香啊嘛。哇，花胶啊，够晒养生啊！好，我个大子都落起咗啦，见到个肉咧都几正啊！哇，佢个虾都落起咗啦。同樣都是新鮮，這個蝦滑正啊，轉頭拿多碟啊，我給回你錢，多謝。在深圳吃東西有什麼好呢？就是呢，可以在餐廳叫喜茶，有買邪惡東西啊，搣了個蝦，個蝦呢，啲蝦殼沒有黏住啲蝦肉，很新鮮。另外呢，這個花膠都好吃啊，所以再吃啊。剛才他們還拿多串這個蝦滑啊，實在太正了。我剛剛下了一隻鮑魚啊，他這間的鮑魚呢雖然15元有點貴啦，但是呢他比較新鮮和超級大隻，對啦，還有他是動的剛才，不過這麼殘忍的畫面我都不拍了。另外呢，還有一個蠔啊，個蠔都是超級大。好啦，剛剛我呢養生貓發癲啊，拿了一個菜，再拿兩個。阿妹剛剛拿了一個蚌啊，都挺大隻。哇，好大隻啊！係喎，哇，好靚，好大隻啊！快試啊，唔該食評啊！哇，那個蠔是超級大啊，大過手掌，不過呢我要綠熟一點，因為呢我腸胃很易敏感啊。對面那個綠什麼啊？綠的什麼啊？菜啊。哇，剛去完旅行啊，少吃菜啊，補充一些纖維啊。哦，要吃多些菜啊。 OK， 養生早是可以吃到兩兜菜，他們剛才笑我喎，咁少，兩兜太少啦，我都話一兜菜唔夠嘅咧，個個都話是我個番茄湯底菜。哇！我個鮑魚落起咗啦，啱啱見到有個人咧攞嘢食係攞個攬嘅，我見佢哋咧攞都攞得好多啊，反而我覺得自己咧而家食咁少咧。佢呢個鮑魚咧，好爽彈啊，好新鮮啊，正喎！呢個圓貝都好大粒，不過咧我就挑曬啲腸啦，咁都好鮮味。養生早上身，第二兜菜。咁原來呢度仲有呢個精大雜牌嘅服務喎，哇，好正喎，好大隻！你在搞什么啊？绿埋啲菠菜啊，好翠绿色啊，劲新鲜啊！我哋食咗好多兜菜哦。诶 ，OK 啊，养生早啊嘛，怕肥啊嘛。哇，我睇我哋三个嘅战利品，好似唔够人哋一个人喎、啊。哇，我先见到啲人系咁高嘅、啊。好饱喎、啊，已经。系啦，我都够啦喎。好啦，啱啱我哋收炉啦，我哋三个人。都唔及人哋一個人啊！哇 ，anyway， 我哋好珍惜食物噶。好啦，店員原來咧最尾幫我數下個碟仔啊。好，我哋啱啱買咗單 ，total 364元，人均消費82元到，都好抵啊！好啦，咁我哋買咗單。出翻香港啦！而家10:30都仲有啲食客。今日喺1號竹火鍋試咗個打邊爐，咁呢度咧比較近民居啦，咁價錢唔係太貴，用料好新鮮啊！咁如果大家過開嚟呢邊，可以過嚟試下。咁今條片同大家影到呢度先，中意嘅朋友記得俾翻個 like 我，同埋訂閱翻我頻道啊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